新年来喽！新年最开心什么？就是吃。想到有一次龟咖啡、凤梨酥、柯天里，再来几片肉干，哇，想到都流口水。年饼吃这样多，热量很高的啊，小心你的血糖飙升哦。走，带你去听 Dr. Seb 讲什么。血糖是我本身最害怕的一个疾病啊 ，Doctor。To be honest。真的，因为血糖呢，它带来的那种杀伤力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。就比如说可能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些 nerve 会受损 ，neuropathy 啊 ，nephropathy 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其实想要跟doctor 去聊一下，看你有遇见过什么血糖的病人呢？其实是非常的可怜啊，又或者是他们其实早早可以预防的。哎，到了现在真的是很后悔，因为我老实说一句，我本身是很害怕血糖病人的，我都会比较照顾他们多一点的。明白，其实血糖问题呢，其实是生活习惯造成的。其实血糖是一个生活病，而且是我们平常呢就喜欢吃简单的食物啊，或者是喜欢吃比较甜偏甜，或者比较是喜欢吃甜品。我自己就是那个喜欢吃甜品的那个人，如果什么甜品放在前面，我就是很难顶得顺的。所以我就说。OK， 我平常看到的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的那个血糖高的病人是越来越年轻了，大多数都是在于肥胖的那个群族群啊，尤其是马来西亚是排行第一哦，肥胖哦，对，是，所以我们的排行是第一哦，比起其他国家，因为我们食物太过丰盛了，24小时什么食物都有，什么餐都有，对吗？然后再加上朋友好客啊，我们就是出去喝一杯茶，那一杯茶就是最重要的观点了哈。杯茶等于多少碗饭的那种是吧？其实它不是只在于太多的糖或者是太少的糖，它反而是那种糖，你吃的糖是什么糖？其实呢，在肥胖呢，是因为我们果糖造成的。果糖 fructose 是最大的杀手，它会把我们的因素林，就是我们的胰岛素呢降低。OK， 在什么地方有这个果糖呢？其实在我们白糖就是果糖，因为我们是从甘蔗提炼的，或者是你喝那个汽水之类是 corn syrup 嘛 ，corn syrup 也是那种植物的糖，叫 sucrose。这些糖呢，其实它一部分50%是果糖，50%是葡萄糖。果糖呢，它对我们身体呢是很难消化的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消化，就是我们的肝。问题是在于我们每天先吃了饭才喝那杯甜的饮品，对不对？对。问题就是说，因为饭呢，它其实是一个葡萄糖哦，那个葡萄糖呢，它就会把这个肝呢就塞满了葡萄糖。然后当你喝果糖的时候，这个果糖没地方去，它就会直接就变成了我们的油、脂肪。对，问题是当你吃这些果糖的时候，把你的因素林就是我们胰岛素压低的时候，我们的糖就不能消化。对，它就直接就把它推进那个脂肪，制造脂肪。所以你看果糖的杀伤力这么恐怖，然后再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是，我们身体不能用果糖啊，很难用果糖，所以那些多余的果糖在血液里面的时候，它会跑进我们的细胞。坐在我们细胞里面，永远留在我们细胞哦，然后在细胞里面是不能消化的，所以我们的细胞变得很甜哦，很好吃哦，就是我们那些我们的细菌啊、病毒哦，很喜欢吃这个有糖的这种有糖的细胞。如果是你如果是一个伤口的话，你看那些我们的细菌哦就立刻就来吃你的肉，因为好吃啊，甜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血糖呢，就造成了这个我们的细胞呢。其中的这种不能消化的果糖，造成了细胞的损坏，再加上我们的 nerve， 我们的那个神经线，神经线也是因为这个糖分的进入神经线，把那个神经线弄坏了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血管的小血管，因为它很粘性，粘性很高，它就破坏了小血管的那个墙壁，所以你看多么的危险啊！那听到 Dr. Sam 讲什么了吗？所以新年吃年饼、喝汽水要先三思哦。那是新年吗？这样的好吃的东西很难忍受不要吃了哦。不用怕，介绍你 BioDay Gym Coco 控糖好帮手，爱吃甜食也不怕血糖飙高。 Gym Coco 含有4合1天然植物成分，包括白桑叶、苦瓜、池根藤叶和大花紫薇。记得当你吃了很多甜食的时候，可以服用一颗 Gym Coco， 有效控制血糖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拥有不负担的甜蜜人生。 BioDay Gym Coco 拥有 KKM、GMP 还有哈拉认证，所以你绝对可以安心服用哦。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过好年。